集团先前曾邀请南韩国民女神安之轩为旗下啦啦队 WinStars 设计专属培训课程，引来不少人敲完许愿，希望她能加盟球队。近日台钢终于实现了粉丝们的愿望，宣布女神安之轩将正式加盟 WinStars， 成为队内首位正式成员，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过去她受访时曾透露，在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穿过绿色球衣，因此这次收到台钢雄鹰的客场球衣感到很惊喜。安之轩曾来台旅游，对台湾的人情味和美食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她最喜欢的食物则是小火锅。虽然他没有去过高雄，但曾跟随韩国职棒队伍到高雄进行春训，因此他知道高雄是个很热情的海港城市，也期待与啦啦队的队友们在台湾的球场亮相，与粉丝们见面互动。